一身便装连身裙，脚踏轻便鞋，摆出极健 pose， 笑容相当甜美的波兰极健选手 Marta Pruta， 年仅26岁的她，极健资历却长达14年。这次因为参加世大运，第一次来到台湾。People, you guys are very, very nice. I don't know really the names of food, but everything is very delicious. 除了波兰队，包括德国和捷克代表队的选手也参加由观船局举办的台北半日游行程。一行人第一站就来到台北101，除了在 Love 地标前合照，观船局也赠送每人精美的纪念品，希望这些远道而来的选手能够满载而归。这10000多名选手在这个时刻享受我们的美食，看一下我们的101，欣赏一下台湾的生态，也到我们的老街走一走之后，未来能够带他们的家人来台北重游。那我觉得这就是世大运，为我们整个台北留下来最好的资产。登上了101观景台，看着台北市美景，各国选手发出阵阵惊呼，拿着照相机猛拍照。观船局表示，世大运是奥运等级的赛事，希望透过台北丰富的文化与热情，让全世界的参赛选手都宾至如归。开播到台北市新闻曹德华采访报道。